近一档超级亮眼的网络自制选秀节目，在受到了很多网友关注，不仅请到了高人气组合 EXO 中的高人气中国成员张艺兴担任导师，还有范冰冰在背后为弟弟范丞丞疯狂打 call。 当然对于颜控来说，当然是因为他们的脸和穿搭啦。可是看到他们穿着同样的服装，面对一张张鲜肉脸时，我惊呆了。除了头发颜色，我真的完全分辨不打出 LE。我真庆幸多亏他们不同风格的穿搭和娴熟的化妆技巧拯救了我和我的眼。一提到张根硕，就会联想到眼线、烟熏妆，这股韩系妖艳风穿搭确实十分惊艳。蔡徐坤的网纹 T 恤、花衬衣、条纹西装奠定了酷炫的基调，无论是个性耳钉、耳环或者颈链，十分小心机的带着诱惑。这款服装比较考验颜值，收藏给皮肤比较白、身材瘦、颜值高的男朋友，普通人不要尝试，容易走偏。透着夏日气息的校园风穿搭，条纹格子元素蓝色系的服装，真是校园青春的记忆，打造一个初恋男友系列。治愈系的小奶狗风格主要以浅色纯色为主，搭配可爱的动物元素，颜色非常嫩，这样的服装给人干净舒服的感觉，随意搭配也很百搭。最重要的是小奶狗治愈系笑容暖到心坎的，男朋友不会搭配这些衣服一定的备着。复古文艺风格近几年一直无论是发型还是服装都非常流行复古风，红色真是充满设计感，瞬间化身文艺青年。好了，今天的盘点就在这里了，想好怎么改造男朋友了吗？什么？男朋友长得一般没法改造？ DMM 别说了，我单身。